好吧，开始吧。你好。没关系，我用的是方法，看不见你的小头发。现在能看，看你的小头发行吗？不行，你太暗了，灯加点亮。好，写吧。看什么？你看，你看 ，the painting。嗯，好看哈。不是你画的。那个好看的不是我画的，不好看的是我画的。对，好看的不是我画的，不好看的是我画的。是你的。我要先做这个。可以。对。OK, 1, 2, 3, let's go! 你上台表演过节目吗？表演什么？没有。Should I just say 没有，这样 I don't have to write 为什么。这上没有为什么呀？表演什么？演过。是数来宝，数来宝。唐僧骑马噔噔噔。No, 是玩。是玩 ，OK。对，玩魔方。No, 是那个跳舞。那行，那你就写跳舞吧。玩在台上。跳舞简 ，No 是唱歌。那唱歌也。Which one's easy? 我给你写下，让你看一下。No, which one's easier out of them two? 啊？Which one's easier out of it? 我想想啊。唐僧骑马噔那个噔，后面跟着个孙悟空。No, 有我上台表演，这是表演。我给你写跳舞，你自己跳跳舞，唱歌。数来宝，自己挑一个，或者写三个，或者玩魔方。Dude, I already picked. 你用中文说话，臭臭。我已经挑了一个，挑了哪个？唱歌，我猜。对。有是唱歌，好的。你觉得学习中文重要吗？还是学习西班牙文重要？理由是什么？哦，对了，你自己念。我觉得学西班牙重要。嗯，为什么 ？Just to pwn the teacher. Just kidding. Hey, teachers, leave the kids alone. The teachers. Hey, teachers.The teacher's going to think that 我会写中文，但是我 reverse。好的，你写吧。我说英文，因为他们听。中文好写，中文你要写西班牙文，你要写这么多画儿。西班，别，我正在照。待会儿别人看这个的时候晕倒。这个不在 moving at all。哦，在。对，但是如果一个。一点，好的，快点。对，好的，写吧，西班牙文，这样可以练练字。好的，写。你觉得学中文重要还是西班牙文重要？写上西班牙文。牙文重要，因为我可以跟爸爸说。对，因为我可以跟爸爸说话。跟爸爸说话，因为我可以跟爸爸说话。Hey, teachers, leave the kids alone.
下一个，念一下。你们家谁古时做事？做事。谁做事的运动的动作的动作最快？谁做事的运的动作最慢？Who would ask that question? Really? 用中文说好。谁问这个问题？ Who would ask 这个 question? 讨厌是不是？ Duh, well duh, it's me. I'm the fastest. 行，那你写。Manu's the slowest. 写，我最快，哥哥最慢。这次的篮球比赛，黄队得到第一名。比赛的，不知道。我得比大张。OK， 三。这个提出的有一点点笨蛋，可能是给笨蛋用的，肯定是给笨蛋用的。Actually, could be 表演。对，篮球可以是表演，像那 Global Trotter Global Trotter。哦、oh, ，对。那个这么酷。跟那个 Special K 和 Too Tall 和。对对对对对对。嗯。除了生病以外，没有其他的理由。对。Reason。嗯。真的必须生病才能请假不上课，那就经常生病不就得了吗？对，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最羡慕的是老生病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不用上学。但是我喜欢那个的。对，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oh. 但是我身体太好从来不生病，这是我最伤心的一件事。我不喜欢身体好因为要去上学。我 I wish I had asthma again。我 wish 我有像那种病，像很轻，但是 just enough so that you can move 和不用上课，让你可以 move around, move soon. 你现在在表演芭蕾吗？还有什么作业？把那本书拿过来。也许永远都不会，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过的人呐。你今天有50%以上在说英文。照了吗？对不 ，sorry。笑死！第60页，60、63、63、63。妈妈。课外活动，下面是同学参加课外活动的情况，根据下面讨论的要求、oh. 选择合适的方法制作复合棒形图。课外活动，男同学人数，女同学人数，田径队，男同学，哪一个项目最帅？在 every single班 actually no 同学，嗯，在 almost every 在两班他们只有，嗯，在班 that one 班。那你先把那个什么
哪一项课外活动最受同学欢迎，共有多少人参加？你要做出一个棒形图。我知道。嗯。Doctor Who, Who, Doctor Who, Who, Who. Alright. 是不是先让你们做一个这样的图 ？Alright. 这个图，这个男生，对女生 ，No。男生 ，no， 女生 ，no， 男生 ，OK， no, 男生就是一个很大的 ，OK， 就是像这个，嗯，一般，嗯，一般，嗯 ，My gosh， is this like charcoal？ 这个是炭笔 ，charcoal， 这个叫炭笔 ，tan 笔 ，tan 笔 ，tan 笔 ，tan， OK， 是，给你一张纸。好的，那你开始写吧。我觉得太那个。哪一个？太那个。哪个？那个。行。太 that。It's just too that。别找了，就写。对不起。这个是繁体。对。Not that good. 我给你念你不认识的字。OK. 哪一项课外？哪一项课？课外活动。动。